庄园露营区，好，那我就算新开车，我们待会见了。这个露营区其实在我的名单当中已经放很久了，那一直到路下啦。啊，在那里，啊，因为这边有路标，其实还蛮清楚的。好，导航是导到什么河牌？十连四，就这边，然后再开始，一路都会有路标，就是橄榄庄园往这里走。它的路标都坐在电线杆上面，可能在左边或右边，稍微留意一下。路标其实很清楚。上来这边的路有一点小，但路况是很好的，还蛮好看的。哦，都有会车点。前面也有会车点，那往左边这边有岔路口，哎，我好像到了，我好像到了，还蛮好找的。哎，对，今天的位置是在 B 区。这边有一个位置图，是我的 B 区。有点脏，发抓好一下。哦，我的底牌好像是那个角度没抓好。其实这个营区是属于梯田式的，所以一层一层。如果是包区的话，其实比较不会有互相干扰的问题。那我们是定的是 B 区，坡度有这边的弯道有一点弯，所以啊，到底还是进来。这边的看到的天气还不错的话，看到景色是很漂亮的。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小雾雾的，这边能见度还蛮高的。像左边这边的景，左边这边看来这边是铜锣，那这边就是公馆。那远远可能在山后方那边有一只一只，那边就是好望角。其实我这边是不高点，好像还可以再上去有一点高的地方，比较。就是刚刚上来的地方。太久没发现你倒下来了，你从什么时候倒下来的？
太久没搭了，终于。这样真的很不错哎，我这样刚好看到整个是下雨天，这种说是最方便，因为你看地上都是泥泞，那我就是。这个集装也非常方便，这样。这是韩国的小圆桌，它的图案桌面图案是，有点潮。好，放在这里，你就先来这儿吧。它碰到地上的泥泞，收拾的时候要擦，也是很干净方便。晚上才不会被蚊子咬。真的糟糕。好啦，小朋友，文哥休息。哇，歪掉了。我的午餐。这个好饿，很好吃啊！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。我可能有机会看到夕阳。当雨也是小小的细雨，一阵一阵的，所以我在搭天幕的时候下一点。
就先一天看气象，就是会下雨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在开始想说，那这一次的录影我要用什么方式呢？那我就想到说啊，那好久没有做车速了，那不然这一次好了，这一次我就搭个天幕，然后搭在车边这样子，然后就睡车上啊，因为我太久没有搭天幕了，刚刚我天幕搞好久哦，搞了一个钟头有吧？搭的是一个六角形的 Snowpeak 的天幕。那我想要把天幕的这边接到我的车子啊，接到我的车子的话，我这边就是晚上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做那个车上的排风扇，那排风扇的部分我就想说把车窗给摇下来，然后装这个防蚊的，那我想说这样空气啊流通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就用天幕这边挡着。久违的车速，因为之前车速的时候是有我的小狗我的橘子一起，那这一次的话没有他一起，所以呢我就用了这样一个方式，另外一边我就睡一边而已，睡一边，那另外一边没有睡，就是有一个可以坐的，今天晚上雨下比较大的时候我这边也可以坐，就是我放睡袋那个位置，那个地方是可以让我坐着，我可以坐在里面。那我先去逛一下雨区，因为下雨，这边其实排水做得还不错，所以没什么积水。那旁边也都有护草垫，不要嘛，嘿嘿嘿嘿，好，来玩一下。有限重吗？我可能会摇坏它。那小朋友可以来这里。这里就有冰箱。还有饮水机，我等一下来冰东西。我这边是 B 区，然后 C、D 区是在上面，这里。还蛮高的，说那制高点，景色应该会更好，看这里。
觉了。今天睡车上还蛮舒适的。晚安。早安。